稳稳当当收下台面上就剩下三颗球之后，这场比赛就要进入长尾局了。好，来回山也很沉稳的，先到场边啊，用手巾稍微把手擦拭一下，继续来进攻七号球。那看了一下中袋，七号球选择右边中袋，还是要选择右下角底袋呢？好，中袋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没进的话，这个七号球变成呛死啊！怎么这样嘞？太快啦！在这种球，因为它需要一定的细腻度啊，这一个球的角度上来讲，并不是像好像触杆方式这么的容易解决啊。就是它在一个要直不直又有点偏的状况之下，其实刚刚那一个球打中袋，让它推杆一颗星都可以啊。好，七号球。最主要了，刚刚这一颗七号球节奏一定要放慢，因为它是关键的。这场比赛对于娜塔莎·休斯坦来说，这是最后的两颗球了，将拿下个人自己参加安利智源杯第一场比赛，就要拿下胜利。球打进，球弹上来，哇，这个位置对他来讲是要拿下胜利的位置了。九号球顺利拿下，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来自俄罗斯的 Natasha Shostam 最后是以7-5击败了赖慧珊，拿到个人本次参加安利一志愿杯的第一场胜利。